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，我是关心。今天是礼拜五啊，当然接下来是两天的一个放假日，而且呢下礼拜非常的重要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下礼拜的一些这个看盘的一些重点。我想我很少在这边跟大家提示说下礼拜要看什么东西，不过下礼拜我想真的为什么要跟大家谈很重要呢？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电脑的画面啊，投资朋友，下礼拜6月17日，对，美国要对300亿的中国商品啊，当然这不是台币，这是美金，对不对？300亿的中国商品要进行公听会，公听会完之后啊，7天厂商可以提出抗辩，当然会不会豁免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接下来啊，在下一个礼拜6月24日，华为自主系统鸿蒙的发表会，鸿蒙到底能不能跑？什么省什么省多少电，省多少的这个效能，提升多少？先金牙盖。6月24日以后，当天你可能不知道，以后你可能就怎么样一翻两瞪眼了。再来最后一个是什么？6月28日的 G 团体，我想每一个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到底有没有机会？就像郭董讲的一样，我今天早上在我们的 LINE， 在我们的 LINE 生活圈里面发了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也不过才在前一两个礼拜，为了要选总统，出来讲说这个时候应该总统要出来开国安级的会议，应该要出来作证。因为比金融海啸严重的这个事情要来临了，就昨天郭董说，哎 ，G 团体之后，美中就要结束了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说真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不过郭董这样一讲啊，对他的股票还真的有点效果。今天台北股市跌了36点，里面鸿海呢是逆势的上涨超过了1%以上。其实我之前就跟他讲过了，70元的鸿海，这不用看也知道要谈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你看了那么多次，对不对？但是能谈到哪里？我说真的，在我的眼中，我觉得这公司没什么价值。你叫我去买去赚这种钱，我还不愿意。为什么我今天标题叫做低风险高报酬？我指的不是鸿海。我想市场当中，对不对？一分为二的，现在怎么样？美中贸易战跟非美中贸易战一分为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？设厂在中国跟设厂在台湾，设厂在中国以外地方又一分为二。很多一分为二的东西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而到底什么才是低风险高报酬？当然也有高风险高报酬，例如我们看到，对不对？已经跌得很深的一些股票，我跟大家讲过嘛，对不对？詹教他们每天一直就干联咏嘛，一直干下去嘛。今天没有干联咏，今天干台积电，对不对？等一下都有机会谈到、我们都不用多讲什么。那这些当然有什么呀？它是高风险，而且呢，未来可能是高报酬，对不对？万一状况不像詹家宏他们所想的那么悲观的话呢？但是有没有低风险高报酬的股票？当然有。投资朋友，今天有一档股票创新高，我不想多讲什么，因为尾盘杀下来了，他就说卫权，对不对？什么贝纳颂什么等等，那我不管了、反正至少他今天创新高了，至少你所有相信我的人你都赚得到钱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档股票，投资朋友也是一样，会员持股的股票，他叫做美利达。投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骑脚踏车、骑自行车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都有看篮球啊。这一次我相信第六场，对不对？做运彩的威刚一定大赢，因为全台湾几乎都在赌勇士赢啊，包括我也想赌勇士赢，可是呢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昨天忘记去买彩券了，忘记买彩券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赌这个东西，但会不会因为我没有赌勇士赢而使得勇士输了？很多东西都因果关系都很难讲。今天盘中啊，大概所有的朋友呢，有办法转开电视看，都在看这个很精彩的第六战，看的是很难过、当 Klay Thompson 他被打，应该不说被打，这 Danny Green 呢把他这样拉下来之后，他摔到膝盖了，忍痛的罚了那两球之前啊，你看到Curry 呢已经在对面的时候，他坐着，他很难过。这次我想最难过的是 Curry， 对不对？你要他一个人扛起一个整个队伍，整个队伍全部都受伤了。这个前几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，我老板就问我说：“奇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暴龙队都不会受伤？这是好玩啊，对不对？暴龙队因为他有两个非洲人，非洲人身体比较好啊，伊巴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又高又瘦那个长人。”对，他们身体比较好，没办法。勇士队很多老将想要来这边捞一个什么？捞一个冠军杯的，
对不对？所以受伤在身，今天伊古达拉市场也是已经表现很好了，我们真的都不能怪他们，只是很可惜的，对不对？这五年，这四年下来啊，勇士队共拿了三个冠军，我应该说这五年下来拿了三个冠军，然后两个亚军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是有点可怜啊，是这样。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现场，对不对？美丽达，投资朋友，这就是标准的低风险高报酬，为什么？它跟美洲贸易战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它的主要电动自行车销往哪里？销往欧洲。其实欧洲是一个自行车很盛行的地方，而且不是低价自行车。如果你要拼低价自行车，你一定比不过中国，对不对？欧盟现在对中国的自行车啊，要科反倾销税，以前就科了，现在持续在延五年下去。但是这些高档的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我没有记错，现在六月份开始啊，六月、五月其实。从环意啊，还有这么环法陆续在开始了，现在还有现在也在法国也在这个有一个 UCI 的比赛，世界单车什么什么办的比赛，欧洲非常盛行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盛行那种这个中国大陆那种那什么小蓝单车那一类的什么摩拜，对不对？什么摩拜不是那种东西，人家盛行的是这种高档的体育休闲，而现在盛行什么？你要知道。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环法，环法那些路很漂亮，但有时候真的那些路很漂亮是一回事啊。你开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环这个骑自行车环台的经验，我有，我环了四分之一。我节目跟大家讲过，我从台北跟朋友骑到台中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骑着自行车环台，跟骑着机车环台，跟开着车环台，或坐着游览车环台，或坐火车环台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们短短的四分之一个台湾啊，从台北到台中，说真的，看到了很多。我们是边玩，我们不是拼像那个像科屁一样拼速度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边吃边玩到台中的。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嘛，对不对？边吃边玩，边吃边玩。因为那时候这个学长啊，在这个苗栗要办婚宴哦，然后我们就边吃边玩，就一路到台中，然后到台中住一天，隔天。坐车到这个苗栗去，再去卓兰哦，学长住在卓兰，对不对？去苗栗卓兰哦，这个学长也进颇得嘛，对不对？去那边那个吃他喜酒，骑自行车的感觉不一样，尤其是它风景很好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有到什么？这个旁边那个什么那个应该是苗栗，不是苗栗，是新竹嘛还是哪里？那旁边那整道的海岸啊，哦，整道的一个。海岸风力发电啊什么的，做的蛮漂亮的哦。那个真的是时间已经很久了，那时间很久，所以不多讲了啦，不多讲了。反正呢，其实这种电动自行车，你说真的，像环法那种路段，不让我看到那些人很厉害的。这为什么一些环法的什么阿姆斯壮，对不对 ？Lance Armstrong， 对，为什么他去吃禁药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现在真的不好骑啊，爬坡啊什么的，哇！你看到有人大家骑的。嘻哈嘻哈，那边很拼命在那边爬坡，但是电动自行车克服了这些障碍，对不对？一般连我们这种很体力很差的人，我们只要用一台电动自行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骑上那些翻山越岭，能够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为什么美利达能够卖得好原因。其实不止美利达，其实我是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巨大美利达，其实你 cover 一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当然我认为啊。cover 美利达是比较好的。你说，不好意思，美利达前波高点 196.5 有没有出？我没有走啦，我跟你讲没有走。对，我建议大家的买点，我也公开跟大家讲过了，就是170嘛， 170附近它就是买点。有没有到？哎、欸，都有啦，好不好？都有到，好不好？这一波最低多少钱？ 169.5， 这种就是我所谓的低风险高报酬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美利达今天182元，最高是196.几，没有关系，我是看长线的，投资朋友。最近有一档股票，不要说最近，其实一直有这档股票，你看叫博文，对不对？博文的本益比，我告诉你，你已经很难算了，对不对？你很难算了，你看，不好意思哦，红天雷算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这种健康运动事业的这一家公司也很神奇，我真的我也看不懂，它一直在涨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可以知道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有去这个国家的这种不是国家的，我们这个台北市有一些运动中心啊。公立的运动中心，我去骑着飞轮。这些飞轮是谁做的？好死不死就是乔山做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了、啊，我们台湾这些做飞轮，他自己本身没有那些链带啊什么的专利，那要跟人家买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这种
台湾的，至少我去的那家运动中心，它所使用的，我去 Google 一下，哎、欸，来了乔三折、欸，而且不只是这东西，对不对？据说怎么样？我们国家的训练运动员的中心，以前都是买国外器材，现在都买国内的，尤其买乔三。你看，不止乔三，你看这个股票，其实我以前一直很看不起的股票叫戴宇啊，它今天创新高。我这为什么说看不起？因为我觉得它根本不赚钱嘛。但你看到，哎、欸，它脱胎换骨了、欸，对不对？它脱胎换骨了。他今年有几场座谈会，我几个朋友都有去啊。忽然脱胎换骨了，这种是怎么样？低风险高报酬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不止他们，包括什么立山，对不对？立山以前在做什么？哎，什么木工机啊？那根本就连看都不想看。你去看看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做什么飞轮？做什么跑步机一类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不多讲，反正你看到立山你就很有趣。立山其实融资最近减很多，为什么？大家觉得他们有这个价值，可是不是啊？立山第一季处分那个立五在杭州的厂，怎么能赚多少钱？那我们不管了，反正那不是我要跟你讲的重点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我买的是一种趋势，健康的趋势。大家知道中国这个美国一家公司叫什么？超越肉类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家公司挂牌，从5月2日挂牌。发行价到最高点涨六倍而已，涨六倍而已。如果你买的话，你报酬率600%啊，这是一个趋势嘛，对不对？我买是一个趋势，所以当初我记得哦，我记得这个新闻，我会员还提醒我，哎，会计师，好猛理解啊，五月份营收可衰退个15.12%，到要紧吗？我讲不要紧，对不对？请大家看清楚，我买的是一个趋势。好不好？我买的是一个趋势，五月份营收衰退不是更好吗？不然怎么会掉回来100？怎么有办法掉回来给你买？我请问你，对不对？他有提到哦，他说这个美利达五月份营收年减15.12%，他有解释啊，后面这一段他有解释啊，我没有贴给你看，后面那一段他有解释，他说因为去年同期实在太旺了，去年同期因为人家欠人家30,000台车，他赶快交一交，哦就旺起来了。可今年呢？今年的缺料，美利达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缺料啊，他有20,000多台车还欠给人家，他还欠着，后面会出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一个趋势，你在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都能够有像博文这种股票了，都能够有像1736这种本益比33.86倍的股票了，那你担心什么？我觉得你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这种就是我所谓的低风险高报酬。同样情况之下，投资朋友。对不对？哎，我今天有没有准备另外一档没有贴哦，这一档，我今天去买这一档也是跟美洲贸易战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去买这一档，不是今天也去，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嘛，对不对？整理的时间我不管他在整理，我根本不想。其实这中间这一段我们做了啊，五月份我做了一段，哦，我做了一段，大概10%-7%左右，但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，投资朋友。平台区哎、欸，快要突破了哦！不，这纯就技术面来看，不过那不重要，重点是这一些投信们，哎、欸，之前追的几乎全部在四月份全部砍光了。假设未来又怎么样，他必须要追回来，等着看。这其中一档我们今天买的，对不对？另外这档股票，我先前有秀给大家看过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出手去买，我想要等它跌够多一点，可是不好意思，它不等我哎、欸。他今天又站回前波高点了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投资朋友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下礼拜可能就会去追这档股票，就这样子嘛，很简单啦、啊、就跟我跟大家讲一样嘛，4927的泰鼎，投资朋友，老板都告诉你转单来了，告诉你那些已经是什么什么主系统组装厂以前在观望要不要转单，现在都转单过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不敢说买建鼎比较好或买泰鼎比较好，因为建鼎他的厂都在中国大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建鼎在我心目中是一家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公司，这故事我不要多讲了，对不对？讲很多次，讲到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对不对？执行长周瑞祥啊，哇，他最近常在讲，对不对？转单到了，五月份营收开始回温，下半年更好，你去看看嘛。投信连续买几天了，投资朋友，我没有记错，投信是5月13日开始连买。5月13日开始啊，然后就闷急耶，赶快，对不对？你看5月13日，对不对？5月13日开始连买，买到现在还在买，中间有一天没有买哦，这一天是5月24日没有买，
但是昨天创新高，今天股价继续往上面再攀峰一点点，这种也是怎么样？低风险高报酬。它在美洲贸易战的什么战区以外，哦，当然未来会不会美国也说，哎，我要对泰国课税，那另当别论。不过短期之内看起来不可能嘛，因为那是根据贸易逆差来算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该讲讲完了，来讲负面的。其实我很喜欢讲这些负面新闻，因为你没有去看。今天我看到这新闻，奇怪，远雄新庄建案滞销，金管会罚百万。你这金管会，你管人家什么？你管人家什么？这个房子滞销啊，对不对？那万一华固的房子滞销，我们不就很担心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会员不是有华固，我们很担心吗？其实不是，你仔细看，不是远雄的房子滞销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有时候金管会为什么会管这种东西？因为寿险业不能这样搞法。他说怎么样？远雄人寿在新庄富都新开发的远雄国会案200户，对不对？去年向金管会承诺至少卖出23户，还有32个车位，但一年下来只卖一半，全部建案啊剩下170多户。金管会已经先开发远雄人寿100万元，届时呢，这限期之内要把1700多户出售或出租。你说，哎，哇靠，远雄人寿自己盖房子来卖，哎，天哪，这到底有没有违法呢？还真的有，对不对？这内容我们跟他讲，这边就有了。保险局他发现，他告诉你，远雄人寿的此投资案不符合不动产两年即时运用且有收益的规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去买保险的，保险叫做分散风险啊，这东西是不能这样，不能够变成零的啊。对不对？所以他有这样规定的。他说呢，这不动产你使用两年要马上运用，而且有收益，不然你不能去，也是这也是限制他们去炒作不动产就对了啊。对，而且他申请延长多次了。去年最新获准了一次承诺，一年内至少卖掉23户。保险局就已经严明，如果再达不到就开罚。结果远雄人寿卖了一整年，最卖掉10户多一点，可能不太想卖嘛，对不对？降个价不就卖掉了吗？而主要啊，是因为卖价不符合远雄人寿预期，最后没有达成承诺保险局的户数。现在保险局限一年之内必须要新庄远雄这个远雄国会170多户的房子出清或者是这个出租，哇，这个呢再无法达成，再不止罚100万，因为这一次呢就怎么样罚100万，但再累一犯可以罚1000万，他可能让你一直罚，他管你的，对不对？他就现在不想卖嘛，而且他真的，你看保险公司去盖房子，天哪，天哪，他说已经很努力的销售，但余物量太大，没有错嘛，现在新庄富都新那边的，我在相信的价格跌很多了，大家之前拼命卖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峰会什么会什么会一大堆，哦，不重要。投资朋友，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列这个新闻给大家看？列这个新闻没办法做生意啊，因为刚好屁事。我只要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一直跟你报告的，对不对？今年真的很难得，保险公司们修正，尤其是国寿跟富邦，对不对？加上出台积的这个三商美邦，股价都乱七八糟烂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开始看清保险公司的本质了。我要跟你讲哦，富邦跟国泰算是好公司哦，但其他的呢？我不便举例啊，对不对？远雄是好不好公司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了，还要盖房子来卖你，把保护的钱拿去盖房子，然后告诉你我卖不掉了，拍谁？我不是惜售，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况不好，我好担心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保险公司如果乱搞，倒大霉的肯定就是保护，不用猜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坚持不保远雄，应该说不买远雄的任何保险，我不买就不买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啊，我到台新银行，对不对？其实小存一笔款项而已啊，就小小存一笔款项而已。哦，这个存进去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业务员就跟我说，哎，那个他不认识我，说啊，先生，我看你账上有几万块现金呢，要不要？要不要改成那个储蓄险啊？他拿了一个单子给我看，上面就写远雄。哇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利率真的比别人还高，真的，因为我去参考过，我退给他说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远雄的我不保，我不用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没钱嘛，所以这一回事啊。不过，哎，远雄我都不爱剩，对不对？市场上中其实呢，除了远雄之外，还有一些小的保险公司，我就不便举例了。他们运作的很投机，什么买西门町的商圈来开发什么等等，他们的运作都很投机。如果是我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张都不敢买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一张哈宝，但我都不敢买。
万一哪一天出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哭不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哭不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再来最后一段，我稍微讲一下。哇，今天中间好像扯太远了。今天台积电跌很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博通的关系，那当然也有因为华为的关系。因为今天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华为的消息，好不好？那也是哦，就是因为这个大摩消息，华为遭封杀，对不对？美国晶片组的又一名证，为什么？博通他说他砍今年的营收预测，对不对？盘后交易大跌 8.7%， 对不对？博通执行长叫陈福阳啊，他说呢，保守看待今年业绩影响，然后呢，这个半导体呢在盘后股价受累，它包括呢费曼指数 iShares 的股票基金跌了 1.4%， Cobo 5.2%， 德仪 2.1%， NVIDIA 还有包括什么 Analog 什么 Device 呢各跌了 1%。 然后他说怎么样，三个月前博通全年营收财测245亿，显示其对华为的销售被禁止之后，下半年每季营业大约损失10亿元左右。陈福阳说，美中贸易战加上华为出口管制，很明显的产生了经济跟政治不确定性，降低能见度。他表示啊，博通客户都在降库存，但不用他讲，我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新闻是这个大摩哦，就是学弟又再一处的刀子又伸出来，被斩台积电。不过才一个多月里面，一斩细盖啊，一斩三盖，斩细盖啊，对不对？229变219，之前是239变229。说真的，你不如一次调到150，大家爽一爽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他说呢，因为华为的手机啊，第三季季度出货量会下调40%到50%。对不对？他说呢，这台台积电的第三季收入估计有7%到8%影响，所以他再度给台积电给降频了，就给它涨了。对，给它涨了。投资朋友记不记得上次6月4日降频，我跟大家讲什么？我在等大摩这个报告啊，你降越低越好，对不对？等到它降完都不会跌的时候，那大概就低点了。而且我们讲过，台积电是什么 ？Year Band， 对不对？3.45%，你把它记起来。其实，除非经济有大幅度的衰退，或者是出现什么核弹式的大爆炸，否则的话，3.45%是行业一个什么？它的一个区间啊。对，说真的，你买个股票，就算你没有什么赚钱，一年有3%左右的殖利率也是不错，对不对？绝对比你买玉山金一年只有2.5%好。不好意思，喉咙我很不太舒服，对。绝对如此嘛，对不对？绝对如此哦。那你看，这是跟大家讲过了。然后呢，天风国际，对不对？郭明奇昨天又讲，对不对？到底谁是真的谁假？我真的不晓得啊！我现在真的不晓得。我们刚刚有讲的嘛，低风险高报酬，前面讲完了，这边是什么？高风险高报酬的。郭明奇昨天跟你讲什么？华为手机短期最坏时期已经过，供应商已经开始陆续恢复出货，而且他告诉你，他说他很乐观哦，他里面提了一堆，好不好？他很乐观。所以我们预估啊，2019年华为手机出货有两种情况，都高于市场共识的 1.8 到 2.1 步。假设美国对华为出货管制维持不变，我们预估华为是2019年统计出货有 2.1 到 2.2 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预测华为可能在10月开始出货鸿蒙手机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的预测成真，而且假设美国对华为出货管制还是维持预期不变，他说受惠于啊第四季的旺季需求。华为手机2019年出货量可能会达到2.15到2.21步，对不对？华为手机出货可能会优于市场预期。供应链股价近期下行风险有限，高端机型关键供货股价近期可能反弹哦。当然，你说要相信谁？我们很难讲。他之前告诉你，他说华为怎么样？华为跟海思去合作，好、哦、去跟文茂下单，对不对？今天文茂大跌啊，不过不是他的错。今天大家都认为，因为文茂的大股东叫博通，他很多单子从博通来的。或许如此，都或许不是。再来这个新闻也是一样啊，这不是昨天新闻吗？林恩平说什么？对不对？大力光第三季产能满载，他是不是冷消微啊？说六月不好，又跟你讲第三季产能满载，到底在讲什么鬼东西嘞？投资朋友，那你要相信谁？相信詹家宏吗？对不对？要吗？还相信陈福阳？对不对？都可以啊。还是你要相信郭明奇？还是你要相信林恩平呢？你继续想一想这个问题。对不对？当然没有错，这里绝对是什么？我所谓的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，8016的细创，2379的瑞昱，都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因为他们都是电子类股。但这些呢，怎么样？明知道山没有虎，你还是往没有虎的方向去行，你也不用 guardian 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被咬到，没有错啊。美利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味全，是什么？这个。统一对不对？台泥，然后怎么样？昨天还有人在笑我们说啊，亚尼跌了被戏啊，我都和你恭贺啊，都给你讲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祝你们赚大钱，
祝你发大财，好不好？祝你早生贵子啊，开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公司我也跟大家讲，我们一向所追求的是平衡操作，但是我不做弱势股，拜托大家。最近一堆人问我这个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你就自己做弱势股，那我不做的，好不好？这我不要做，这个我不要做，你做就好了，对，没有错。苹果一定有新手机嘛？不管它叫苹果干嘛，对不对？苹果新手机开始有一些股票，开始有一些公司开始拉货了，六月就开始了。所以我这两个礼拜我都要买这些股票，台光电、台骏，我跟大家讲了，都已经跟你讲明很好，你还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啦。对，我希望下礼拜跌深一点，好不好？下礼拜跌够一点。华为新不华为，苹果新手机都要上市了，哦，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这嘴你我懒得讲了啦，这个讲那么多。你们还误会我们多看好水泥股，其实也不是，我跟大家讲了嘛，大陆基础建设最简单，水泥需求一定很旺的，这几年又错峰生产什么弄弄，水泥价格是十年来的荣景啊，对不对？先前低档跟你讲过了，三字头35块、34块钱的台泥，对不对？不到40块钱的亚泥，都跟你讲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也希望投资朋友真的，我不管，就像郭董讲的一样 ，G 团体之后美中贸易战就结束了。有可能啊，郭董说不定人家跟他这样讲嘛，我不知道。还是像郭董前一波讲的一样，接下来是比金融海啸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呢？不重要，重点是财富一定是重分配的。你可以看到追在高档的玉山金，对不对？甚至怎么样，低档放空的联茂，这都我举的例子了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财富不要被重分配，你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这机会来临，真的开始布局下半年会大好的股票，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方式。祝大家操作顺利。